不认识好吗？谢谢。一门山好，一门那个山山好。陈亚楠和朱善伟的婚变风波在网上沸沸扬扬闹了好几个月，大衣哥一家备受舆论。近日有网友晒出一段大衣哥在老家被邻居拦下请教唱歌的视频，视频中的大衣哥穿着干净利落，戴着帽子，背着包包，不是的是不是要出门参加活动上演的。随后一位男子拦下大衣哥，然后自己清唱了几句歌曲让大衣哥指导一下。在该男子唱歌的时候，大衣哥眉头紧皱，看来该男子唱歌不太好呢。随后大衣哥指导对方唱歌跑掉了，亲自示范正确的唱法。不得不说大衣哥真是太厉害了，随便一唱就是艺术家的水平。期间有多位村民在一旁拍摄大衣哥，不过大衣哥似乎是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，并没有生气和厌烦。歌声他是用是人唱的，风他不会唱歌的。